大家好，我是阿强。今天呢，我来到和平县古柴镇河西，这里啊有一座铁索桥啊。我听网友说，这座桥走过去就像过网红桥一样，像荡秋千一样啊。网友说叫我过来拍来看看，他说小时候啊，他在这里童年有美好的记忆。我现在呀就拍给大家看看啊，顺便挑战一下这座桥，看能否成功过去哦。啊，水西铁索桥。那为什么要转这座桥呢？因为岸对面啊都是同一个村的，也有人家。那么这个村啊隔一条河不方便啊，所以说就要修建一座桥的话投资很大，所以说呢就建一座铁桥。现在有人骑摩托车过来了啊，他已经成功过来了啊。所以说建这个铁桥呢啊，就不用建一座桥投资那么大哦啊。我现在已经走在上面了，哇，摇摇荡荡，哇哇哇，还真的跟网红桥一样啊，哇哇哇，吓死我了，哇哇，看到没有，那里就是一条河，这里叫应该叫游里江啊。这条河啊流到哪里去？流到快要到东源那里啊，跟东江河啊河水的哦，也就是说流到东江河里的，这叫游里江。游里江啊，这个江下面好深的啊。哇，我现在已经看到没有啊，桥梁像个家，维护靠大家啊，摇摇荡荡。所以说小孩子不要过来玩啊，有心脏病的也不要过来啊。这铁索桥修建这就解决对面那个村，其实他们都是一个村的哦，但是呢一江两岸嘛，是吧，隔一条江就两个岸啊，河东河西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出行不方便，就是修建这个铁索桥啊，解决出行的问题。哇哇哇哇哇哇，比网红桥还要过瘾啊，摇摇荡荡啊，哇哇哇哇哇，好，这样有点害怕，走过去跑开一点。哇哇哇啊，就像什么鲁啊，小时候读书叫泸定桥，是吧？一座铁的，哇哇哇哇哇哇哇，好了，我已经成功走过来，那桥还有一点荡荡啊，解决了两岸这边到那边出行的问题哦。好了，本节视频就录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关注我，阿强会每天分享精彩又好玩的视频给大家啊，真的好刺激啊！不知道你们敢不敢来过来这里挑战一下呢？哇，比网红桥过瘾，跟小时候啊荡秋千一样。好了，就录到这里了。